临床上有时候会见到一些老年人总是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而且同一个问题总是反复的问，甚至因为忘记了家庭地址，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刚吃过饭又说还没有吃，但是对以前的大小事又记得比较清楚。而且做了影像学检查，可能会发现跟记忆相关的内侧内页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老年痴呆症，又叫阿尔兹海默症。 全世界每三秒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老年痴呆患者。随着老年化的加快，中国则是老年痴呆症的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四个老年痴呆患者，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老年人。开发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药物困难重重，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物就是斯博海、依贝生、安理生、阿瑞斯。 但这些药物只能改善症状，并不能逆转疾病。老年痴呆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机体衰老。随着人体的机体衰老，人的大脑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脑容量不足了，对事情的记录处理能力就会下降。有的经过别人详细描述能想起来，有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就像这件事不存在一样，这也是在提醒大家，家里有岁数大一些的老人，要多多关注他们的身体，谨防痴呆症的来临。第二，慢性病的持续发展，心血管的疾病对人体的伤害会持续性的，即使吃药控制，也不会让血管恢复如初。而随着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内皮受损的程度加重，无形中都会增加大脑患病的风险。 第三，生活习惯不好，长期有不良习惯，喜欢晚睡、肥胖、不爱运动，经常生闷气，都会加速大脑的衰老。比如说睡眠不足，五十岁后每每晚睡眠不足六小时就要引起重视了。而在世卫公布的痴呆症诱因中，运动不足和摄入有害气体都上榜了。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老年痴呆呢？下面是一些简单的测试方法。第一，看步行的速度。 步行速度慢的老年人，特别是配合记忆力下降来测试中，老年痴呆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一项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老年人中开展的队列研究发现，与步行速度和认知功能均正常的老年人相比，步行速度减慢而且记忆力下降的老年人，未来出现痴呆的风险是最高的，增幅达到二十三点七倍。第二，健忘。 找不到东西，甚至忘记东西的功能，比如总是找不到钥匙，或者拿到钥匙不知道用来干嘛的，又记不住最近的事情，但是最以前的大小事又比较清楚的记得，这些表现都有提示有患老年痴呆的可能。第三，拇指自测法，用右手的食指去触碰左手的大拇指，接触后又迅速的交换。 改为用左手食指触碰右手的大拇指，两手重复交替这个动作，速度越快越好。如果速度很慢，或者是两个手总是错过，一定程度上会反映大脑反应速度变慢，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可能会升高。以上就是三个测试老年痴呆风险的方法，如果有异常，可以进一步到医院去做检查。那么老年痴呆目前其实没有治愈的方法的，只能控制病情的进展。 那么平时最好就可以做到早期预防，而且在二零一二年新《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在发病的二十年前，阿尔兹海默症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早期预防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勤用脑，大脑越用则越灵活，保持对新鲜的事物的敏感度和兴趣性。 多进行一些开动大脑的活动和游戏，训练认知能力，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进程。第二，心态平衡，老年人一定要有开朗的心态以及乐观的心情，千万不能有一些悲观的心态，这对于有阿尔兹海默症、痴呆有很大的威胁。第三，合理的膳食，饮食方面调养要以大米、米面。 玉米或者是小米为主食，减少高蛋白的摄入，多吃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脑细胞只能以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早餐对于脑细胞的合成非常重要，千万不能不吃早餐。第四，适当运动，慢跑或者是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建议日常保持适量的中强度有氧运动。 手的运动也很重要，常做一些复杂精巧的手工，会促进脑的活力。积极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一个人独处。第五，多做手指操。提到手部运动，老年人可以多做手指节奏操。手是人类神经最为敏感的部位，神经纤维也是最为集中。经常做手指节奏操，可以促进脑循环，形成大脑的兴奋点。动作要领：以一枪打一个为例。 左手食指伸出成一，右手食指与大拇指呈打手枪状，与左手相对，然后左右手互换手势，连续二十次，也可以找其他的动作来完成节奏操，只要能够手部运动促进大脑运动都可以。第六，喝茶或者喝咖啡。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天津医科大学王耀刚团队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 期刊发表的一个大型队列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饮用咖啡和茶或两者结合可能与降低中风、痴呆和中风后痴呆的风险有关。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英国生物库中的三十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名五十至七岁的参与者，其中百分之四五点七的为男性。这些参与者是在二零零六年至 二零一零年之间加入研究的，并被随访至二零二零年，研究发现，每天饮用二至三杯咖啡或和二至三杯茶的人，中风风险降低百分之三十二，痴呆风险降低百分之二十八。 咖啡和茶的摄入量和和缺血性中风和血管性痴呆的风险降低有关。此外，茶与咖啡的组合饮用与与较低的中风后痴呆风险相关。每天饮用三至六杯的咖啡和茶，发生中风后痴呆的风险最低。咖啡和茶虽然是不同的饮品，但它们既有重叠的成分，也有不同的成分。 一个潜在的机制可能在这两种饮料中不同的抗氧化物和其他具有保护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有关。咖啡和茶都含有特定的多酚，可能与中风和痴呆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了联合保护的作用。咖啡和茶都有较低的心脏代谢风险有关，包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因此饮用这两种饮品可能。 对预防中风和痴呆的风险有共同的健康益处。